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Xin Xin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生日快乐！你诚意快去拿盘子呀！啊，好，你许过什么愿呀？不能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没事，你悄悄告诉我。啊，我也好想知道啊！快快，盘子来了！哇，这块有蓝莓，我要带蓝莓。哇，这看上去也太好吃了吧！抱歉，你只能吃这一块小的哦。好吧。哎，这块有巧克力耶！ 准备。宝贝儿，生日快乐！今天你许愿了吗？ 孤单吗？ 你是怎么知道这家猫咖的呀？哦，从 ins 上看到的，而且我跟你说，那个小哥哥特别帅。真的假的？那你为了撸猫还是为了小哥哥呀？哎，陈毅，你快点啊！好。 真的啊，贵不贵？不贵，前几天打折来着。哎呀，下次有活动叫上我哈。哎，你那老师真的是，我就迟到2分钟，他就给我接了迟到。哎，你看人家陈毅，为了拍那个鸟，迟到了好几分钟，打个招呼就过去了。哎，陈毅那个鸟，不是还登校报了吗？是吗？嗯。 你们也试试吧，谁都可以投的。哎，反正我是不行。哼，我也不行。哎，对了，你的考试准备怎么样？嗨，别提了，都没看呢，随缘随缘吧。哎，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考试，不挂就行。啊、哦。
那我去拿饮料吧。老师真的好双标啊，都是迟到，陈一就没什么。哦，对啊，你看人家陈一天到晚跟在老师屁股后面问问题，跟屁虫似的。你不觉得陈一这样很讨人厌吗？对啊对啊对，听不懂我们说话，还总是跟我们待在一起。是啊，烦死了。哎，我们下次出来别叫他了。哇，这猫真可爱。哎，你感觉这猫就像陈一似的，谁有事就跟着谁。但陈一才没有猫可爱。嗯。就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奇怪。你不觉得陈一这样很讨厌吗？跟在老师屁股后面，我也不行。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感觉世界在往前走，我在往后退。秋天的风在使劲地推着每一个人去相爱，或向相反离开。这种锐利的温暖感动着我。我想知道一朵花为什么会开，一只鸟为什么会飞，一位艺术家为什么会为了画笔、文字、舞蹈而甘负终生。当我举起相机，看到的不是孤单和路长，而是波澜壮阔的海和天空中闪耀的星辰。我想用对生命的爱，用最真的心，寻求生活的意义。Thank you.
带你来这里玩好不好呀？好呀好呀。妈妈，为什么他们都只有一个人呀？因为他们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呀。可是他们一个人不会觉得孤单吗？孤单并不代表孤独哦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